好的，来，好的，第二条。第二条，芭蕾舞鞋，哇，这个最近很常看到，各大精品都是芭蕾舞鞋，街都是，真的，但这有点难驾驭吧？这个很难，要非常漂亮，非常难，而且个子比例哦，要有一些个子高的，可是呢，他腿短，有一些腿长的，可是呢，他小腿短。哦，对，对，都不行哦，很难哎，很难，没有底，这通告很难发。我的梦想的那个小云，她今天没空，可惜了，可惜。那谁来代表我？因为欣妹姐讲对了，是不是？我是小腿短的人，所以你知道我很，所以你很懂得长着。对，你看，所以你看我今天有吗？你小腿短，看不出来哎，真的啦，真的。我是大腿长，小腿短的人，然后我有一点点 O 型腿，所以像今年。流行这个芭蕾舞鞋，因为我爱死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天哪，还要强调爱死。没有，你看我的脚，你看这双多可爱，超美的，是啊，我死都不站起来，因为会跳芭蕾舞，不是因为显得我会 O 型腿，真的吗？对，好好奇哦，你看哦，你看我的脚，好了，今天就当范例啦，很好，看哦，哎，它前面真的是 O 型腿哦，你看。我这边，所以我用袜子故意把那个泡泡遮在我的弯的地方，我想看没遮的。啊！不要啦，爬上去。我的小腿大概比那个不可能。林庆华，我们听不懂，他小颗一点，听不懂，听不懂。哎呦，我没有露过我的小腿呢。好啦，你看，就看得出来我的腿是这边是歪的吧？看一下哦。哪里呀？有啦，有，你看，就是脚踝很细，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助理，你再往前，对 O 型，对那个字，哦，有哎，哦，有哎，很像变大哥的腿耶，跟我的腿有点像，我这样子真的很壮，你们有情侣腿哎，对，我们两个脚好像哦，对呀。很面好面哦，爬山人的悲哀。所以我就说啊，他很懂得就是长嘛，做一个协调性。所以我知道那个流行那个娃娃鞋的时候，我就又爱又恨，因为我很喜欢。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娃娃鞋，因为它有可爱的元素。可是因为碍于我腿型的关系，如果我不搭袜子的话，就如果腿毛可以修饰吗？我不行。我昨天特地刮了哎。还有吗？就是说萝卜的地方这边的毛不行，不要刮，不行。然后我只要刮中间，我觉得你会后悔。你摸一下我的腿毛，你就知道了。我已经刮了。哎呦，你是有腿毛的，好刺哦！你摸它，我摸自己就好了。我也是啊，我也都刮了。哦，没有没有，你看它，你看它的，现在会刺。哇，对啊，好刺哦！能刷子，我们不是要讲很优雅吗？怎么？我们两个腿真的好像哦。对啊，好刺哦，好像我刷球鞋的那个差不多刷子，怎么会这样？所以你看啊，我就是今年的娃娃鞋，我就是都有买，可是因为我就想说，如果配这样娃娃鞋，因为它平底的嘛，然后我就比如说像这双，我就敢这样穿，因为它只有结这一段。所以其实你还是有脚背延伸，所以看起来腿不会那么短。然后我又加了一个袜子，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呈现它可爱的样子。然后我很喜欢这一双，是因为它看起来腿不会那么短，原因是因为它方头。对，所以你看它方头就不会短。对，它方头就是延伸嘛。这样。对，因为我的腿是属于比较像圆头会比较短。对，你看它是方头，因为它的方头有往前延伸。对啊。对，它的方头更做的比一般在圆头就会觉得，对耶，你那对耶，对啊，你的那个鞋的前面就会比较长，对啊，感觉脚背是往下弯。哦，明白哦。所以我觉得今年流行娃娃鞋，因为各个精品、各个大品牌几乎都有出，但是就是你可以挑你适合的，就比如说你的腿型可能跟我一样小腿短啊，你就可以挑一下方头的娃娃鞋，或者是说它的蝴蝶，它的那个芭蕾舞鞋的蝴蝶结稍微前面一点，不要绑在这边，会把你绑掉。哦，对，因为欣妹姐腿漂亮，所以她没这个问题。哦，对，然后我还带了一双，哦，跟你讲，这双超级红，还要赞叹，超红哦。对呀，哇，这双好好看。可这就不能穿袜子吧？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这双我喜欢配那个牛仔裤，就是比较率性的搭吧。就可能刚好牛仔裤是那种8-9分的牛仔裤，然后因为它很特别，它就是这种铆钉。然后你看它旁边还有一个领带扣，对，扣子回纹那别针的扣子。然后这双你看它也是方头的，
嗯，哎，哦，对对，所以我选择的我都会选择，今年的我都选择方头的，我比较可以，比如说我搭短裤，也腿型看起来也不会那么的壮，嗯，对，就可能这种鞋。可能树林因为常爬山，所以它的脚板我要怎么形容？我要讲就是说，我的足弓就是比较弓，贴地有没有？不贴地，它的足弓可能是整个很贴的，就是那种很贴地的。所以我们足弓很歪、很凹的人就不适合那个底那么大底那么平的。对，那变成你一定要配袜子的，对不对？你配袜子穿会缓冲啊。我会那个选。它的这个腰的地方会有 pop 起来的哦，是 pop 起哦，或是可以去买垫子，对，或是买，因为现在也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芭蕾舞鞋，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平底的，然后只有一点点鞋跟，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这一块啊，里面的足弓这一块会有一点点凸起，就是那个足弓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平底，所以它在里面的内衬，它反而会让你穿起来是舒适的，对，这样子。弹性的感觉，就是有可以吸震的效果。对对对，这个就没有吸震的效果。对，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明白。那我再来拿另外一双，这一双呢也是哦，也是什么？也是爱点，爱死。对，这双就很好看哎。这双的话，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天哪，它的配色也太可爱了吧。配色啊，不就黑白？对呀。那有什么啊？就因为我没有英伦风的感觉，你没有？哎，对耶，你没有黑白的。我没有香奈儿的这一款鞋啦，应该讲就是没有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就是这个黑白，对，拼接的这一款鞋。然后因为通常以前的都是出高跟的，那我想说，哎，今年刚好流行这种芭蕾舞系的，然后有出，就觉得哦，天啊，这也太好了吧。然后这双的话，我觉得它很可爱的，也是就是你看它的那个侧面也是这种小方跟哦，对，我今年就是特别爱这种，这就有点厚度，对，哎，比较实穿。好，这双也很漂亮，然后漂亮，再来，等一下哈，再来就是最经典，这对它的经典哦，这个就是以前我在想，应该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两双吧，这是家里穿或办公室里面穿啊，那就标榜，还有上飞机，对，标榜它超软，对啊，嗯。就法国老牌子，他们家是做芭蕾舞鞋起家的。然后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像欣妹姐讲的，比如说你就坐飞机，哎，对，然后办公室，对，你就是要让脚休息的时候穿，因为它就是真的超级无敌软。然后，可是就是一样，如果你要逛街的话，我觉得脚底板。如果不行，对啊，不行，比较不能看人啦，有时候会爆炸。对，就是如果你只是，对你，如果你只是就是小走的话还可以。然后这就经典的这一款，然后我是选黑的啦，然后再来这双也是他们家的，那时候就想说，哇，有出一双这种。不一样头型的，因为基本上芭蕾舞鞋都是，它也不是方，它也不是圆，嗯，这有点尖，也没有很尖，对。这是什么头？很有趣，很像鳄鱼，鳄鱼头，鳄鱼嘴巴，鳄鱼嘴巴。哦，对，然后那时候穿了，我觉得说，哎，还不错哎，因为也是一样，因为它这个脚又延伸出去了，因为我的这边比较宽，所以让我穿起来也是腿会觉得没有那么壮，然后因为又是银色，我想说，夏天也是蛮适合的，所以这一种也是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也是一样，就是上飞机，或者是说追小孩，现在不用追了。追小孩，小孩想追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穿。真的，对，好，这就是我的鞋子。OK， 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芭蕾舞鞋是不是脚板这边比较宽的人比较适合？是不是呢？因为它其实芭蕾舞鞋基本上它本来皮革就会是柔软的，所以你脚上去的时候，它会。包覆着你的脚，它不是会很压你的脚，所以其实如果脚宽的人穿，其实也是 OK 的哦。对，但我刚看，我继续说，因为像矮个子的女生，真的就不能穿芭蕾舞鞋，真的吗？因为我看我的鞋子哦，全部清一色都是一定要贴高的，我不能穿这种没有底的。哎，你试试，超爆矮，看啦，我这有一双超爆矮，不敢哎，我不行啦。你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对你不能有比例尺，对啊，旁边不能有比例尺。我觉得它如果是那个呢，就是尖头哪一双？对啊，
啊，真的假的？最流行的，对，然后裸体耶，这双对，会没有安全感，会没有安全感啊。海欣，你可以的，我可以，你去老师那边试，你先穿。你穿百褶裙，你一号，你为什么不下来？因为大家都有穿吧？对啊。你的百褶裙好可爱，这很可爱。来看两只脚的比例。哎，我这样子已经有点……哦，其实他一个人还好，对，我们必须讲，对，他一个人就不能站在，我们就都远离他，不能站在你旁边哦，又会矮一截，就觉得。可是我觉得凯欣你穿好好看，这个吗？怎么办？我还是觉得，而且很就是他会觉得腿变比较胖啊。我看没有，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两个，那我现在站的，我们两个真的有可以讲真心话吗？对啊。你离开我们之后，你真的有腿有变胖？今天早上穿那百褶裙塞不进去。我其实今天就很想讲，然后我说，哎，我今天跟凯西穿一样的裙子哎，然后那个我经纪人就说没有，他穿起来好紧。其实穿起来，他那个后面是有点翘翘。我真的变胖，不要这样，我会变瘦。其实我觉得。娇小的女生也是可以穿平底的芭蕾舞鞋，我不相信，其实也是可以，但是因为不要忘记啊，她现在是小胖哦。那个导播，等一下，不要带到这里，带小腿就好。那你坐着，小腿比较瘦，不是啊，小腿比较瘦。我们先试试看平底的好不好？小胖可爱，很可爱，好可爱。好胖，我们先试一双平底的看一下。好，两只都换，两只都先换上去的感觉。好，然后我觉得袜子也是重点。对，我们先看穿平底的好了。其实如果是娇小的女生要穿这种芭蕾舞鞋平底的话，其实她要掌握一个身形的一个比例原则。那我觉得凯西今天示范的不错，是因为她上半身是穿短版的衬衫，对，然后她又是穿高腰的百褶裙，所以其实她的腿算长。即便好了，我以我站在她旁边也都还 OK， 还没有什么压力。所以其实个子娇小的女生一定要在上半身去处理她的身形比例的问题，才可以穿平底。但是今年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鞋款，它可能就加了一点点的跟。你要过来，过去跟摄影师讲个话。我要过来，等一下那个比例，真的吗？看起来很矮。哎呦，因为你的大腿都在你的腰位。真的。好啊，那当然，我觉得今年也有很多像这种带一点点鞋跟的，然后前面也是有这种蝴蝶结，很可爱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再帮你增加一点跟的应该高度，对，哦，有点小踮脚的，对，小跟，对，会这样穿起来会比较有安全感，对不对？有有哎，而且腿变细了，而且其实因为有踮脚啊，对，然后今年的这种芭蕾舞鞋，我觉得它都可以跟各种的袜子去搭配，或者是这种蕾丝袜。然后我觉得在袜子的方面也要稍微的注意，因为呢，如果说像刚刚的那个树林，他也是穿像这样子的袜子，对，可是他都会把它拉松松的，哎，对，然后因为他想这个是要他想要遮他的 O 型腿，对，其实我觉得袜子就是去修饰小腿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你今天穿好好，他拉不上去了，不是，可以，小腿还是细的，小胖，对，拉我是大腿，哎，这样也不错哎，他其实也是这样也不错啊，对，他其实也是可以往上拉，拉紧的也不错，还不错。上去之后，他的腿其实是变更直，哎，对，变长了，对，拉紧之后腿变很长，其实而且又是更直的，因为主要是跟这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小腿肌的这部分去做一个直的延伸，对，所以其实看起来也会比较直一点。但是笑得太开心了。如果你要有一点点那种松弛感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往下，它是不一样的穿法，大家可以去调整。然后另外就是他自己这一双的蝴蝶结，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嘛，哎，存在在这里，其实他。小腿看起来也会更小，哎，对，对啊，自己的袜子其实选的也不错，所以他的蝴蝶结要选越大越好，也不能这样垂垂的，因为你大就会开始穿，要挺的蝴蝶结，对啊，也要刚刚好，然后也有像这种很可爱的，更再高一点点，对，然后是蓝白的。因为我觉得今年这种芭蕾舞鞋啊，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些拼接色嘛，你可以选择这种蓝白的这种配色，也是蛮可爱的，很舒服哎。它穿起来蛮软，哎，这双好适合你哦，对，好夏天哦，复古，冰淇淋感，因为今年就是芭蕾舞鞋，然后我们说的娃娃鞋，然后还有玛丽珍鞋，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同属性的，有点学院风的感觉，对，然后穿起来又会很减龄、很年轻的这种效果。然后另外也有在像这一双好了，这个就是走的比较厚底的，对，然后是凯西会喜欢的，对，这样子学生感。
哎，这样子刚好哎。对啊，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高度，但对凯西就比较好一点，也比较友善。另外，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它有一个带子的，所以就建议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蝴蝶结是哦，可能就不要穿蝴蝶结，就会太多。对，竖一点点好。那其实这双鞋也是刚刚淑玲有介绍，就是那个法国的芭蕾舞鞋制作。他们除了制作芭蕾舞鞋之外，当然像这种玛丽珍鞋，因为这边有带子。其实就是称它叫做玛丽珍鞋，或者是 T 的这个带子就是叫做玛丽珍鞋，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会有点误会，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都长得很像，所以其实都可以呈现出比较少女的感觉，比例差好多。对啊，然后另外像芭蕾舞鞋的元素，它可能会有一些带子啊，像这种带子，绑对绑绳，绑绳的带子，所以它其实也有做这种像这种蟹形鞋的。但是这个就不能穿袜子，对不对？可以啊，可以穿吗？对啊，它原本是因为它有绑带啦，不过因为今天有绑带，所以。可以脱掉，是。我们可以把那个蝴蝶结剪掉了，直接脱掉好了，直接绑。但我觉得不要穿袜子也蛮好看的。对啊，因为它选这个颜色啊，对啊，对，裸肤色，对，嗯，对，让它。然后其实选择裸肤色也可以让他的脚背看起来更延伸的效果，就是不会有被截断。对啊，那如果他今天选择颜色是跳色的话，跟肤色跳色的话，他还是很容易被有截断的效果。哦，对，其实如果你整体站起来的话，这样腿很长，这样这样，对啊，很长哦，对啊，有，哎，真的马上变瘦，对，马上变瘦，老婆不要戴上去，戴这边，戴这边就好。然后我家腿变好细哦，对耶。怎么会这样子？真的好瘦。另外还有一个品牌，就是它也有出这个两个颜色不同的，这超难驾驭的。这很扁哎。然后它就是完全是扁的，但是不用担心，它其实也都是软的，可是它就是走这一种有一点点皱褶感。对，它其实是可以去包覆你的脚，然后再来的话，它有做一个这种脚踝的这种装饰在这里，让你变得比较稍微有一点点个性。对，这是这一季就是蛮多芭蕾舞鞋，不过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啦，就是适合自己的身高的话，也可以加一点点高度。嗯，好诶，了解了。听说矮个子不能穿芭蕾舞鞋，跟着景逸老师的重点来穿搭，就能像凯西这样，让腿看起来显瘦又修长。